睡前也能轻松减肥。香菱六字动作快速瘦身，动作一：仰卧抬腿。平躺，双手放两侧，腹部发力，双腿抬至90度，回到原先姿势，往下吸气，往上呼气。注意一，双腿始终离地。注意二，双腿夹紧。25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二，大腿空中画圈。平躺，双手放两侧，双腿抬至90度，腹部发力，双腿往外画圈，往上高至90度，往下接近地板。腿往上吸气，往下呼气。注意一，避免憋气。注意二，双腿保持离地。25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三，大腿内侧抬腿，右侧躺，右手托着头，左腿弯曲放前面，左手轻轻握着脚踝，右腿内侧发力，慢慢抬腿，回到原先姿势，左侧重复同样动作，往上呼气，往下吸气。注意一，脚尖朝下。注意二，腹部持续收紧，左右各3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四，仰卧脚蹬车，平躺，双手放旁边，左右腿一蹬一收，双腿持续交替，形成空中骑脚车的姿势，保持自然呼吸。注意一，腹部持续收紧，50次为一组。一天做3组。动作五，双腿交叉收腿。平躺，双手放两侧，双腿交叉抬至90度，收回双腿，膝盖靠近胸两侧，回到开始的姿势，双腿交换位置，重复动作。注意一，保持自然呼吸。注意二，腹部始终收紧，左右各2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动作六，俯卧蛙式踢腿。俯卧，手放胸前，双腿微微抬起，脚底相贴，腹部与臀部发力，双腿往上提，再回到原先姿势，往下吸气，往上呼气。注意一，上半身贴地，保持不动。注意二，避免憋气，20次为一组，一天做3组。这6组动作坚持做4周，你就可以轻松减肥，自信过年啦。